大家好，这是由苏州东风自主研发的自动炒菜炒饭两分机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控制面板。手动或自动操作两种操作模式。现在我们在手动操作模式当中，手动操作模式有锅、熏锅或放锅放平，以及提铲、落铲、正炒、反炒、点火、一键复位。下面我们进入自动操作模式。自动操作模式里面有一些菜单，我们可以选择要炒的菜单。下面我们来炒一个青菜，我们选择炒青菜的菜单。好，我们开始启动。好，它会提示你加油。我们现在加油。当油加热之后，然后它会提示你放入菜。炒菜的速度我们可以在这里调节，往这边是调快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机器会自动提铲。它会自动清锅的。